战斗即将开始，希望你们准备好了。虽然我听不懂你在讲什么，不过我觉得自己好像被冒犯了。太阳照耀我的道路。开战倒数十秒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祝各位好运。战斧祭坛很快就要出现了，做好准备，你们得快点占领祭坛。听从绿鸦王的号令，占领祭坛吧。先生，新神城的铁的核心开火，摧毁它。今天吗？我是这里唯一的统治者。守墓者，你的力量会属于我。就跟其他人一样，大家做得很好。
点太火爆了。终结敌方。你最好看，祭坛就要出现了。让守墓者死无葬身之地。你注定要灭亡，这就是你在万象界域的下场。绿鸦王，这里没有你的容身之处。这是我的地方，听见了吗？我得撤退。谨遵指示。哦，你可以选择天赋了。出现了，快准备行动。毁掉敌方堡垒了。这座塔是绿鸦王的。英雄动作快，别让守墓者的手下抢先一步占领祭坛。敢挑战我？守墓者开火。当然，尤其是红教那个英雄。别气馁，我对你有信心。下次我不会小看他们了，就这样吧。不妙，你们损失了一座堡垒。我要复仇。这儿，挑个天赋吧。
候就要到了。各位英雄，做得好。场面好像有点太火爆了。您的时候到了。双杀。我受够了，快摧毁守墓者的核心。我们解决了一座堡垒，做得好。选择天赋，大家做得很好。让火焰净化一切。你就这点能耐吗？守墓者夺取了一座塔，各位英雄，我在核心附近开启了一座通道，能传送到战场中心。好。什么？根本难不倒我！我也开启了一座通道。就这样吧。很遗憾，你们有座要塞毁掉了。祭坛快出现了，英雄，做好准备。守墓者又夺走了一座塔。祭坛出现了，快去启动他们。这是我的地盘，谁也别想拦截这里。这一次你输了，以后呢？你想怎样的力量吧？双杀，三杀，四杀。连杀。守墓者的末日降临。要塞，我的一座塔被夺走了，
祭坛再次从地底深处升起，圣券在握，获得一座塔。英雄就是现在，将祭坛献给我。大屠杀！我受够了，快摧毁守墓者的核心！我们赢了。真是了不起 MVP。 转变。